欢迎来到料理时间第三集，吃货们料理时间。没错，今天我们要来做芒果冰沙，不是芒果刨冰，是要做芒果刨冰。我们买了六种安利芒果，特芒果，凯特芒果，很大颗哦，真的很。爱文芒果，爱文芒果，还有这个金黄芒果。西施芒果，玉纹芒果，没错，所以我们可以在这冰箱里面吃到各种不一样的芒果，对，不知道哪个比较好吃。好，刨冰 ，Let's go！ 我要来切块，切藤条之后得切成一块一块的。哎，我们吃大块一点这样。好，哇，大块比较舒服。这么大吗？我不知道它纸到底多厚。哇，它超硬哎。只要把它拿开，这边放冰。来，我来看看，刨冰。好开心哦！我最喜欢料理时间了，你们呢？记得要点点赞哦。好。来铺第一层芒果咯，金黄芒果味道好特别哦。好，我现在已经摆好了第一层，可以摆多一点。对啊，没关系，我们有可以摆多一点是吗？好，你知道我们那边有一堆。好，那我就直接把。好，我现在不用客气哦。另外一个口味的芒果咯，等我们开冰店门，季姐要来哦。好，第一层，好多芒果，哎，你看摆在一起根本不知道这是哪一个芒果，哪一个芒果。好吃哦。换第二层。我在弄第二层的，再一次，很豪迈的。这个冰真的是，卖要卖多少钱？500块。哇，划算呢！我们六种芒果成本多高？两袋就500嘞，这里有六袋。这些芒果加起来就1200哎！吃货们做怎么可能不买？吃货们会先倒，好不好？我们直接先倒倒店。你看，我说500块还太少。你们不会倒，你们老板会先跑掉。我们是没老板，好可怜哦。好了，我的第二层冰好了，我再加第三层喽。哇，好多、第三层喽。我们在其实哇，我有点太小，应该还可以到我。好的，哇，先把自己吃饱。不知道有没有餐厅愿意找你们去宣传的？哎，没错，如果有看到我们的影片，可以找我们去宣传。没错，我们会就是打理得很干净，对，然后不会偷吃东西，不会像现在这样。其实这样可以自己榨那个什么芒果汁哎，天然芒果汁，芒果冰沙。嘿 ，OK， 来，已经交给你，你还吃？看到都在吃。哇！直接倒哎，合理吗？这样子。真好玩哎，天哪，我真想开一间冰店。冰店才不会让你这样子弄。我们自己吃货
我们的冰店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弄了。对。我们自制特黑糖，黑糖糖浆，哇！哇天啊！好棒！你可以吃了吗？可以哦。来吧。好巧，这应该从我要从上面，你知道如何下手？我要来一口冰，一口那个。我这暑假还没有吃到芒果冰，好好吃啊！今天好甜啊！就在这里吃到芒果冰了。吃货们的芒果冰店真棒，对吧？好冰哦！有人想要买我们的芒果冰吗？一碗一千，一定很多人买。1500，不好意思，1500，超好吃的。而且这里面有六种芒果在里面。哇、天啊！而且我们每次都没芒果，虽然都很甜，但是就它们有各自的风味。这些残渣。我们大家也要一起一并把它吃掉。我们刚刚不是说不要拍外面了吗？很乱。这次我们的超大芒果刨冰成功！耶！我们终于拍第三集了。对，加油加油！谢谢谢谢谢谢支持我们的吃货们料理时间。对，没错，赶快让我们破200,000订阅吧！对，记得帮我们点赞、订阅、开铃铛。再次开始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